看到我吗？大家看到我 share 的 screen 了吗？看到。看到哦，那好，那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主日学。今天海德堡药理问答主日学，我们主要是讲第二部分，是论人的得救。第二部分中间有一个章节是论圣子上帝。这个章节我们今天讲的是29问到34问。我们今天想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有，一是讲讨论主耶稣的名字的含义，我们会讨论基督的职分以及基督徒的身份，也会讨论到上帝独生子的身份，我们也会讨论到我们主的身份。好，在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学之前，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你为我们的流血舍身，我们得着救赎，成为你天国的儿女。如今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您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感谢你常以慈爱待我们。感谢你以圣灵和恩膏引导我们，保守护卫我们，在你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之中。主啊，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学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圣灵带领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真正明白您在亘古以先就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主日学。第一个问题是29问，29问问：为什么上帝的儿子被称为耶稣，即救主呢？回答说：因为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单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那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耶稣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中是叫约书亚，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是指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因此，这个药理问答的问题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这个名字其实不是玛利亚或者耶稣给起的，而是主亲自取的。在马太福音1章21节描述主耶稣诞生的经文里面这样说道：玛利亚圣灵感孕怀孕以后，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显现，并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名字应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他的名字应该表明了他的身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起名字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给我们儿女起名字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把一些好的属性或者特性能够表达在孩子的名字里面，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往往都是事与愿违，我们都很难达到我们美好的期盼。但是当我们讨论到救主真实的名字的时候呢，但是他的名字却真实地反映了他的属性，他就是耶和华拯救，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是什么意思？救主表示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拯救？因为我们是在一种困境中。在这个药理问答前面一直在说，我们在一种愁苦跟困境之中。那我们这个困境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困境？我们的困境是不是人生不够幸福？我们的困境是不是事业不够成功？我们的困境是不是婚姻不够美满？当然，这些确实也是我们的困境。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是这个药理问答却告诉我们说，不，这都不是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的真正的困境。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的困境是罪，他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不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罪的困境和罪的愁苦中，那我们就不需要被拯救了。如果我们将我们真正的困境描写成人生不够幸福、事业不够成功、婚姻不够美满等等，那我们可能需要去找的是职场成功设计师，或者是心理家庭咨询师等等。罪的困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上帝是公义的，不可能不惩罚罪人。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罪的权势，我们被罪在困在这个罪中无法自拔，所以我们的困境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寻求其他的帮助，只有耶稣能救我们脱离这种困境地和这困境所造成的愁苦。耶稣他能救我们脱离因罪和招惹的上帝的愤怒，耶稣他也能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当然，如果对于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或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和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他自然也不需要耶稣这样的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并且是一个唯一的救主。我们不能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到拯救。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说中说，没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拯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和父神和好。耶稣基督的唯一性和排他性，作为救主的排他性和唯一性，也反映在这三十问上。三十问说，那些从圣徒身上、从自身或从别处寻找拯救或福乐的人，也信独一的救主耶稣吗？回答说，他们不信。虽然在言语上他们指着耶稣夸口，但实际上却否认独一的救主耶稣。然而耶稣是否是一位完全的救主，二者之一必是真理。或者耶稣不是一位完全的救主，或者凡用真信心接受这位救主的人，就必定在他里面得着救赎所必须的一切。三十问也体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主的唯一性。这个三十问很有十六世纪的口吻，因为早期的教会中他们立了很多的圣徒，人们很容易就会从那些圣徒身上寻找拯救和帮助。但是药理问答明确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是唯一的、独一的救主，没有任何人和物能帮助我们脱离罪的境况。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当保罗针对教会里的纷争的时候，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在这里保罗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圣保罗、圣亚波罗、圣彼得都不能救我们，他们都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只有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的洗，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了。人也不能够靠自己行为端正，靠律法来称义，
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与基督的救恩无分，从恩典中堕落了。人不能同时依靠耶稣，又依靠律法，又依靠好行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救主耶稣不仅是独一的救主，他并且是一个完全的救主。当我们用真心相信接受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必定在他里面得着救赎所必须的一切。他的拯救是完全的拯救，不是说他做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在基督里我们是一无所缺。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写到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二章九到十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得着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因为在那个年代早期，可能现在也会有很多异端认为，单是相信耶稣还不够，必须在基督以外再加上一些别的神圣的事物，这样才够得上完全，才够得上丰盛。但是保罗明确地说，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着了丰盛，说明只有基督便已经足够了。一方面它里面有无穷尽的供应，另一方面它既是一切执政掌权者的最高首领，我们就再也不需要其他执政掌权者来补足它了。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也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基督的血不仅洗净我们得救以前所犯的罪，他并且也洗净我们在得救以后所认的一切罪。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彼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这个教义意味着，除非一个人承认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不信靠任何其他的人或事物，否则他就不可能得救。如果人依靠其他得救的途径，这也就说明他不够信靠耶稣基督，或者他所信靠的基督和圣经中所启示的唯一的完全的救主基督不是同一位。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十一问，为什么称他为基督即受膏者呢？回答说，因为他被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向我们完全启示上帝在我们的救恩上预定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借着他一次献上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又在父上帝面前不住地为我们代求。他是我们永远的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同保我们，护卫并且保守在他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之中。基督并不是主名字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主的尊称。基督这个词在旧约希伯来语里面是叫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被膏抹的人。所以这表示，当我们提到旧约圣徒渴望弥赛亚到来时，基本上是在说他们渴望基督的到来。一般旧约中有三种人会被油膏抹，第一是先知以利沙被以利亚膏作先知，第二是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被摩西膏作祭司，第三是君王撒母耳膏大卫作王。耶稣在地上时候仿佛好像没有真的被油膏过，那为什么被称为受膏者呢？答案就是他是被圣灵膏抹。
因为他被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高。诗篇的作者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章九节里引用了这个经文来描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油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在路加福音里面描述，主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路会堂里的时候，曾把这一章用到自己的身上，并且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指他自己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在路加福音里面，当约翰在约旦河为众人施洗的时候，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旧约里被膏抹的职分都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主耶稣满足了这三重的职分。要理问答回答的对31问的回答也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这三重的职分。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大先知，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摩西在生命记里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当年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的时候，他也引用了这个经文来描述我们的主耶稣。旧约的先知的职分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是启示的源头。我们看到在旧约中的先知，他们并不会告诉你将来你的财运会如何，而他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控告上帝的百姓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与上帝的约，告诉百姓将来要来的那个救主基督。他们是启示者。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大先知，他也向我们完全启示了上帝在我们的救恩上预定的奥秘计划和旨意。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这个独生子向我们世人启示了上帝。约翰福音15章15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什么是要启示的救恩的奥秘计划和旨意呢？这奥秘计划和旨意指的是什么呢？这里这个奥秘计划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启示者，他也是被启示的那一位。接下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祭司，他不仅是我们的祭司，并且是一位大祭司，并且是一个唯一的大祭司。诗篇110篇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时代耶路撒冷城中最高神的祭司，也是撒冷王。希伯来书在7章17节，希伯来作者也引用了这段经文来描述主耶稣基督，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表示说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高神的祭司。
因此今天我们不需要在地上的祭司了，我们不再需要献祭了，他献祭的工作已经完成，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他不是献山羊或牛犊的血，他而是献上了自己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希伯来书作者说，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死。10:14，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主耶稣基督，他既是祭司，他也是祭物。作为祭司，他一次将自己献上为祭，为我们赎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作为祭物，他献上自己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罗马书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又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他也是我们的君王。撒迦利亚书描述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马太福音里面，作者引用了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在中览主日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这个经文，应验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王，他骑着驴驹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我们的君王，他的完全有双重的国度，一个是普世的国度，一个是恩典的国度。主以创造者的身份，以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统治万物。在恩典的国度里，主又以救主的身份统治了一群特定的人群，就是那些因信主耶稣基督而被拯救的人，这就是他恩典的国度。作为君王，他借着他的圣道命令和吩咐我们，借他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归向他，他也统管并保护我们。路加福音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里就是指说他要做神选民的王。他作为君王，他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且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赢得救恩之中。马太福音的大使命中描述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0:28说，我又赐给你们永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这个君王，他一定会护卫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赢得的救恩之中。大家会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什么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然后或者是讲完以后再分享。
第三十二问提到一个问题，第三十二问，我们现在开始第三十二问，为什么你被称为基督徒呢？回答说，因为借着信，我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从而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以至于我承认他的名，将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与罪和魔鬼征战，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永远统治万物。第三十二问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答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不仅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更因为我们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到，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并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过去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我们当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那我们在他的受膏上有份。先知约珥在约珥书里说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了先知约珥的这句话，说这个话应验在了当时的新约时代。因为基督有三重职分，因此基督徒也被这三重职分所定义，我们也是先知，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君王。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房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里指的恩膏是圣灵的恩膏，说明从主所受了圣灵，这个圣灵常住在我们中间，我与他同在，他与我同在。当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要承认他的名。马太福音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人前人后，不管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不能否认主耶稣的名。保罗在罗马书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要到万民中传扬主的名。我们作为小先知，并不意味着还有什么新的启示，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启示了一切。那我们作为先知的功能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可以宣扬和承认他的名。当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要将自己当作感恩的活祭献给他。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并不是表示我们还要在地上献赎罪祭，因为那赎罪祭已经一次永远地完全地献上了。我们今天所要献的是感恩的活祭，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好在今生与罪和魔鬼征战。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要靠着圣灵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与这个罪和魔鬼征战。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靠着圣灵能战胜魔鬼的诡计。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残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们要预备打那美好的仗，在今生。当我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并且从此以后可以与他一同作王，永远统治万物。在马太福音里面，当主耶稣给出了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的时候，他说道，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蒙福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我将来要与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在天上他为我们预备了去处。提摩太后书也说，我们若能忍耐，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保罗勉励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和勉励教会当时在受迫害的弟兄们说，我们要忍耐，因为我们将来必同他一同作王。33问，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基督却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回答，因为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的未来本来的儿子，而我们是因着基督靠着恩典蒙上帝收纳成为他的儿女。耶稣基督和基督徒有本质上的区别，耶稣基督自己是永恒当中的圣子，而我们都是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本身并不是上帝的儿女，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我们本身是可怒之子，我们是应当被上帝咒诅。这个33问的回答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是上帝永恒本来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处描述到这个独生子，约翰福音1章1到3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表明主耶稣在亘古之前就与父神同在。1章14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最出名的经文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上帝的永恒的本来的唯一的独生子。保罗也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
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约翰一书也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而我们是因着基督靠着恩典蒙上帝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荣幸，与上帝与主耶稣基督一同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神的后裔，也就是能承受上帝的产业。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耶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到六节也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天父爱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上帝对我们这些被收养的儿女的爱也是无条件的。保罗说，没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救我们脱离了父神的愤怒，成就了父神的公义，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的捆绑。这简直就是一个属灵界的大搬家，我们从此无需再做受黑暗权势的辖制了。最后一个问题是34问，这是今天主日学的最后一问。你为什么称他为我们的主呢？回答说，因为他不是用金或银，而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罪的捆绑，又将我们从撒旦一切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做他的产业。耶稣对我们的主权是源于他对救赎的工作，他作为救主的身份和他作为主的身份是不可以分开的。我们当耶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他必也做我们的主。亚里问答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当他用宝血买赎我们的时候，他就一定是我们的主。这个道理在古希腊罗马的世界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一个奴隶主到奴隶市场上花钱买了奴隶的时候，那这个花钱买赎他的奴隶主就一定是他的主了。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当我们宣布他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就完全属他了，也就相当于承认他可以掌管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这个救主，他是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他不像以前的奴隶是用金或银去买他们的奴隶，他是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罪的捆绑。彼得在彼得前书说，所以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那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20描述，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重价，多重的价钱，我们是主独生子的生命的价钱来买来的，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要荣耀主，我们的一生要为主而活。提摩太前书2:35-6也说，因为只有一个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的主他又将我们从撒旦一切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希伯来书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的救主不单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脱离罪的捆绑，并且又将我们从撒旦并一切的权势中释放出来。彼得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的救主却将我们从这样一个困境中解救出来，让我们能靠着圣灵来抵挡撒旦的攻击。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全部的内容。现在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些，有谁会有一些分享，或者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问题都行。大家有问题吗？有讨论吗？看冯牧师在，冯牧师有什么分享？我想这个，为什么称耶稣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又是，然后耶稣又是独生子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中的一位。他是造物主，是上帝。是。我们虽然成了神的儿女，被买赎过来，但是我们还是受造之物。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是。所以这个是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之物。所以我想这个是刚才你讲的也挺清楚的，就我再稍微补充这一点。谢谢冯牧师。那冯牧师刚才讲到有一个双重的国度的问题，我也是看了资料上说的，我也不知道这个好像是改革中的一个理念是吧？你的刚才说的什么？刚才因为提到主耶稣是我们的王，君王嘛，他统治有双重的国度，一个是普世的国度，一个是恩典的国度。我想主耶稣做王，恐怕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双重国度，就是一个国度，神的国度。我讲的今天讲的挺清楚的。好，谢谢。就是我们的身份啊，我们和主的关系，这个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就是很清楚。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因为你讲的太清楚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好理论的这个要理问答，冯牧师。是。啊，真是。因为要理问答最主要就是把基督教最基本的那个信仰的那些核心的内容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一条一条、是非常精炼的。这真是很要紧，如果大家都把这些都记住的话，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比较扎实。是，因为有很多道理好像以前脑子觉得都挺清醒的，但是要你问答一讲又觉得挺糊涂的。他好理论，因为并且他有那个16世纪的那种口吻，还是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翻译感觉很多那个理念都是非常的精炼的那种感觉，跟我们现在口语化很不相像。不
过一切的经文都已经 support 了他这个理念，所以好像讲自己也讲不出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啊，静牧师有什么分享？我想你刚刚讲的，就像冯牧师讲，因为这个，因为他这是一个整理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诠释嘛，我想这也是不单是在那个时代，我想对我们今天也是蛮宝贵的啊。我想，当然你刚刚也讲出来，看来好像是16世纪的这个言语啊，当然啦。我想，但是圣经的真理是没有改变的。我想最重要、最关键的呢，他们所有的这些这个道理问答，其实它一个关键的就是让把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整理啊。因为用这么多的经文的目的，就是来支持它每一个这个问题的解答嘛，好让我们能够明确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那我想，在那个时候，我的印象，他们是都要背的啊。当然，今天我们要背这些问题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想借着这个课程呢，我觉得蛮好的，可以给我们对我们的，就像你刚刚讲，我们好像大概都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做一个详细的系统化的这个整理啊。啊，我想这个也是这个课程也可以帮助我们啊。基本上它有点像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啊，把我们的信仰借着这几个，它是借着问答的方式啊，把神人救恩信啊，把它做一个整理。我想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也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其实讲得很清楚啊，就这样子啊，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者是通胀有问题吗？有谁是举手了？好像有人。好，好的，过年好，大你家过好，年好，大家新年好，哎，对了，金牧师说的那什么，那做的那视频，说今年过年做的一个视频要放，怎么没放呢？上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已经放了，你可以，上礼拜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放了，看到了，我还以为是今年过年时候。那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就结束今天的主日学，我们请那个冯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咱们姊妹跟我分享，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和主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那个上帝的儿女？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主重价买来的，我们原本不属他，但是主因为主的爱，让我们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救赎过来，所以我们的信一定要和我们的行为能够相称，结出悔改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尽虔的度日，努力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更多的人认识主，归向主。谢谢主，也谢谢咱们姊妹的准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再米，见。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再见。呵呵呵呵。